喜欢上兄弟的女儿，在他家超市上一天班了，想跟他单独相处一下，但是兄弟在也没机会呀。兄弟，我有点事儿，先出趟门啊。行，行行行。我出去了啊。你干啥呢？看书。你喜欢看书啊？啊，书也喜欢看你。真冷，你不是你干一天了，你坐这歇会儿。啊，没事儿，别说干一天了，再干一宿我也能干。 看体力可真好，你吃饭没啊？咱吃晚饭呢。我不去，我去店里待着吧。哎呀，关一会儿没事儿，你再说这都有监控，还能丢东西啊？嗯，干面条味道不错啊，你吃着你就吃这点儿。我怕胖。你不吃给我来，浪费了。哎，哪天有空咱俩看电影去啊？最近新上映不少，牛肉不错嘞，你尝一口来，尝一口。我吃不下了。烦，可好吃了。尝啥呀？ 你俩在这干啥呢？那个，我俩在这刚才那个老板，老板送货是不老板？完饿了，顺便吃口饭。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店里没有人，不行啊。行行行行，那走吧。叔，我还是要带我看电影去吗？看电影？啊，你听错了，带你爸看电影去。问你爸去不去？咱俩老爷们看啥电影啊？啊，回去吧。啊，我饿了，我先吃一口。那行，回去吧。 不是你咋当你爸啥都说呢？那是我兄弟，我多尴尬呀！你还知道他是你兄弟呢？那你还请你兄弟女儿看电影？啊，好好好，啊，你这丫头，你这么玩是吧？那看电影你去不去？我考虑考虑吧。